今天我们这边来呢，是来这个儿童之家哈，这个德胜儿童之家，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最近这个 COVID-19 是非常的非常的激烈，而且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些没有保护、受到保护的一些一些家、一些所谓这些孤儿呢，给他们真正的一个保护。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最重要就是今天来这边是把整间屋子我们免费的给它全部消毒，因为我们带了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产品，可以保护他们90天哈。在90天里面，我们试了碰了一次呢，在90天里面可以保护到他们的，这最重要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给他们每一天给他们保护，可以身体的安全的，让他们可以使用的一些产品。这个是非常重要，是保护他们。当他们进进出出外面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真正不会受到这个COVID-19 的一些攻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代表这个马来西亚消费者基金会，我是森美兰州的那个主席，然后我跟今天的雪兰州的主席一起配合，把今天完成今天的这个孤儿院的一个保护他们远离这个 COVID-19 的一个活动。好，谢谢。Okay. 今天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日子里面，就是也是非常纪念性的一个日子，就是10月10号，2020年。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德胜的儿童之家呢，作为这个我们就是来拜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雪兰莪州跟这个森美兰州一起合作来搞这个活动。最主要呢，是我们也要来探访关心这个社会的这个孤儿这些儿童等等。所以这一次的话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是因为新冠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来做在这个采访的这个每一个这个什么位置我们都会进行的一个消毒跟喷射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跟这个我们是以这个马来西亚消费者基金会我们这两个州第一次的这个合作来进行做这个活动。很感谢了，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也谢谢马来西亚消费基金会今天的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祝福还有一些消毒防范的一些的口罩消毒水所以我代表我们德胜之家儿童院呢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所以我们这边的孩子我们就有30多个我们全部有30多个6岁到19岁。所以他们的背景都是一些比较复杂孤儿问题孩子一些破碎家庭所以也谢谢你们今天带给我们这样多的一些物品感恩谢谢。社会上一些的就是除了一些日常用品一些物品这样我们也需要一些现钱是更加需要一些现钱，因为我们的开支也不小我们一天的开支也一个月我们开支单我们这个孤儿院我们都要3万块以上的开支，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一些外界的人士可以捐赠物品，更加需要的就是现钱现钱给我们可以协助帮助我们日常的开支谢谢。
很感谢。How old are you？ 啊？五毛爸爸。几岁啊？三十一岁啊。啊，差不多三个。差不多三个，三个不啦？啊，没关系。没关系。And then siapa nama？ My name is Gong Jin Sen。How old are you？ 18 years old。18 years old。Thank you so much and give me a present。8 years already. 8 years, okay. Wei Chen, yeah. Kai Xiang. I bet. Pei Hong. How old are you? 13. You? 14. 14. You? 9. 9? 9, wow. Are you? 12. How old? 12. 12.